我问你，你敢真正对高艾伦有好感，要甲伊订婚？你唔知订婚的代志对无？无唔对，安妮唔知订婚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伊确实甲我讲过，伊对艾伦有好感。伊两人做伙出去真有话讲，伊愿意进一步甲艾伦交往。我要和安妮家己讲。其实我真该爱人，会当甲伊订婚，我真欢喜。你真是怀着希望的，你想想跟我讲真爱，你看思维个都一条索，结果我他们吵把人，你个对个思维啊！董事长，你怪不着人啊！我跟安迪的分手，不是伊的不对。因为讲要分手的人是我。你是？这是你之前送给我的手指，讲分手的时阵，我无够再分给你。因为我惊你会艰苦，啊！不过即马你已经有介意的人啊，我就当安心把这幸福你啊。安迪，多谢你对我的付出，祝福你甲高小姐会当幸福，也希望咱以后可以当继续做朋友。这段时间你跟方总监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你起码吼应该袂讨厌。袂记住你啊，无得卡，伊搁在等你表白嘞。感情是嘞。告白的时机最重要诶，你若是无把握这边的机会，讲要乱之，就爱等真久哦。你讲了有道理，我爱趁胜追击。手机好吧。来，冠杰，你应安有闲无？我有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冠杰，讲好，马德里。你讲了无唔对呢，冠杰即马真紧就会回我讯息，无亲像之前拢爱等足久诶。我希望你赶紧结婚，你都袂阁甲我烦啊。啊，好浪漫哦！都参出偶像剧现场，赶快呢，副总。你的爱情确实就甲偶像剧同款啊！虽然男主角一开始无喜欢你，啊，不过伫咧一摆意外，伊才发现原来你这个女主角一直踮伫伊的身躯边不离不弃，伊嘛才知影原来伊早就喜欢你啊，只是家己无发现。哎呦，你安尼讲我会歹势，我是讲真实啦。伊敢有听过？伫咧戏棚甲徛久啊，就是你的啊！你家己的幸福，你爱家己争取。冠杰，你即马伫咧倒位？我已经等足久啊。哎呀，完全袂记得。几点啊？冠杰哪还袂来啦？电话嘛无接，简讯嘛无回。关公，你跟我放婚假啊？哼！开这么侪时间布置求婚的现场，有啥物路用啦？人根本就无把你放在心内。你这小查某啊！你哪哪只等着我啦？你这小查某啦！想叫你无代无志，赶快下！啊是对啊，唔对啊！
啊，你家己来做唔对代志，啊，都对阿你大细声批评叫，真正是外久在身哦。对，我做气球甲垃圾，这查某霸面王放屎，无，那安尼赤白白白，什么笑话？笑。你讲向红放屎，你讲讲一摆啊！哎，你转过来，其他站出来放屎，住手！你敢甲阮拍啊？对啊，处理伊啊！安怎？哎，是要搞黑囝哦？我唔是让黑囝大汉的啊！恁敢知影阮爸是谁啊？我管台恁爸是谁？家己安尼唔讲道理，都把阮兄弟两个人当作囡仔来拍。我今日若无把你拍到，连恁老爸拢认袂出你是谁，我哪甲你生啦？哎呦，大！你竟然敢扇我嘴巴？扇你嘴巴拄还好尔，谁叫你这么白目，甲得罪着我？你真正吼，欠拍你，你创啥？你当你抓起来，你给我放开！你都插手，你都插手啊！我看你才插手偌久。我不会，我会甲你赔偿。好啊，我看你要安怎赔。你先给我放开，我的皮包在遐。你莫来过几怪哈！这是我的名片，顺发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阮爸，想要讨钱去找阮家的律师团啊！原来是顺发集团的大小姐。哈哈，咱得大奖啊呢！仙女去甲冠杰求婚，绝对无可能，一定是这去向冠杰求婚，煞予伊记住，结果一个人走去饭店，饮酒该优秀。搞定了，仙女，看伊今晚在倒位。喂喂，立夏，你现在在叫阮珍妮的电话？我看来电显示哦，你应该是周珍妮的妈妈。真好，我拄仔好要找你。你到底是谁？阮珍妮嘞？恁查某囝拍上我的兄弟啦。好，我要找恁第一位。你诈骗集团哦？你讲我是诈骗集团？好啊，无咱来看卖。有看到啊哈，伊就是你的查某囝周珍妮对无？你莫伤害我查某囝。你放心啦，只要恁好好配合我，我会规章好好来送转去给你。啊，不过恁若无配合我，爱就真歹讲啊哦。你袂应该伤害珍妮，袂应该伤害伊。对啊，咱应该是提提哦，把这阵妈祖婆送转去啦，我根本挡袂掉啊啦。这个歹流掠的吼。三千万，你若开三千万吼，因老爸一定会足紧把钱摕来。啥？我才价值三千万哦、喔！你嘴太咧都会讲话吼。好，我即马把你的嘴封起来，我看你变哪个。袂当用招数，我不会卖哦。啊！我靠！你家较乖的啦，啊若无吼，我把你的证件办起来，寄转去给恁爸母，给因做纪念啦。我看你这卖造型吼，阁不哩好看呢。来来来来，我开几张啊相吼，互恁爸母偏捧一下。安尼吼，恁老爸才会较紧把钱捧来感谢我吼。来来来来，安尼啦，哎，遮水着。好，行，安坐。差死差死。今天的手机啊，敢有追踪定位啊？无啊，伊上讨厌隐私暴露，所以把手机啊定位系统拢总关掉啊。无来电显示，一定是银卡啦，一定是银卡啦，紧张。
喂，就当厝顶，我决定啊。只要你摕3000万出来，你就会使甲恁查某囝带回去。3000万？好，好，我给你3000万，你紧给阮查某囝回来。绝对袂当伤害到我查某囝，啊！若无我保证，你一身拢摕袂着。你莫闭关闭关吼。时间地点，等我通知。好，我跟进你讲完，好，我跟进。雷浩，是你一定回来，绑匪应该是真。对啦对啦，是讲足奇怪呢，阿杰尼的身价根本就动不了3000万啊。拢说完啦，你也是不要讲话哦，点点啦，这边大家已经足烦啦，卖乱好不？工作长，麻烦你跟马德林登去公司准备3000万现金。是。阿伯，交付赎金的时阵，若是有需要，我愿意去。请你，你即摆恁就惊着无？妈，妈在家，妈在。好啦，妈，你想卖好，你想去房间弄困来好吧？我不离家等请你等，我不离家等请你等。好好好好好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好。我。看了我安尼，让我想到当年我的后生被绑票的时阵。阿平达，你身体不爽快哦？我无代志啦，可能是只受气吧。我先去外口行行。我伊那个无去啊！我伊那个无去。嘿，文林，文林，你先上来。是不是人不爽快啊？来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伊放弃啊啦，是我家己有放弃。我即摆去找伊，我即摆去找伊，我即摆去找伊。文玲，到底你咧讲啥？你毋着讲个清楚。妈，我咧困啊。睡前才阁靠你，对啦，加上你的美国有时差，已经嘛够你困，伊唔是好歹人烦躁，我干啥？我干啥？关慧玲，你甲看好清楚，我是彭耀武，唔是郭世贤。恁囝即摆已经真大汉啦，伊真安全，你听好清楚。是恁囝，不是阮后生。我拜托你，你会读得较清醒好无？今日出代志是酒驾，不是恁家。方白嫂是周珍妮，不是恁囝。